行之会。苍老的，森林公安，今天早上抓捕一个盗猎分子，那个怂肯定会到这栅栏。盗猎分子能怎么办？我们俩就磨灭了。我觉得你看到啥了？我看到鹿茸藏在林子里了。你带我去。马队不见了。盗猎分子不是你吧？啊，这个人不可信。终于找到你了，老中山森林公安就是。跟个盗猎者相遇，算个求英雄行贿。怎么在你说的？我装了些，我跟前，我跟前头跟着。你不敢说，你把这丢人的命丢了，我把这丢人的命丢了。你是一个老实人，真他妈老实。